子弹从这穿过去，但是活了下来，还逞能？你不要命了？，是哪个连的？九连。 是，后方把炮火架上。
你们都看到了吧？这帮美国佬比我们想的要难逃。 慢点，老孙们，说你呢，少吃点吃相，小心噎死你。慢慢馒头给我吐出来，不管多饿，都慢点吃，细嚼慢咽，吃相很重要，啊，看看我这，啊，细嚼慢咽，幼稚。 明天还有你们这么馒头来。连长，你是不是看上他了？幼稚。行行行行，你和我想话的时候哈，大家都配合着，听见没有？听到。报告孙连长，首长要和您通话。 我是九连苏伟栓，首长，请讲。弹药充足，就是缺吃的，急救包也不够，都让飞机给炸懵了。明白。云武公路岔路口向北一公里，武义亭山口。明白，我们九连一定全力以赴。 把敌人阻止在武义亭，为主力部队争取时间。我孙北川和九连这五个字就是保证，请首长放心。我代表九连敬礼。 明天中午前，我们一定要赶到武义亭，把敌人的部队阻止在那里。大家们信心。到。
小事给我拖后腿，小心我踹他的屁股。准备去吧。。老板，把家伙事都给我带齐了。是。应该是这。这哪儿有亭子？大斧子，到！带两个人到路上去，顺着河滩往北趟。是。你们俩跟我来。是。等一下，天。什么声音？炮班和一排，给我留在这里。老弟，到，带领的炮和二班三排到对面去，注意隐蔽。是，机枪手到，站在制高点。是。Thank you.
拖住他们，等大部队来援。连长，咱不怕死，得给大斧子报仇。现在撤退肯定是不行，我们的任务就是把敌人阻击在这儿。老刺猬，出什么能力？ 战壕多少？时间的一组，你今天还一组。这条路是过武夷亭的唯一道路。我们把炸药弄上去，炸几块大石头下去，只要把坦克堵在这儿，敌人的坦克部队就过不了武夷亭。不去！林子，不去吧。 小心点，连长，我可是三连的保不住家呀。儿子，这趟啊，老爹替你代劳了啊！爹，说什么？连长，下命令吧。 老弟，全靠你了。其他的同志，跟我一起给敌人点颜色看看，把他们引到袋子里来。是。弹药给我。爹。 爹，炸药呢？你看吧，来了。啊，我帮你放。都放好了，谁让你上来的？回去，回去！你知道，人撵不走我的。是是是，把那线管给我。来，你得继续给我斩。就你给我留的那点钱，说让我娶媳妇用。哪够啊？买个小猪崽差不多。这你就不懂了，猪崽养大，崽下崽。
多养个媳妇儿，你就能娶媳妇儿了。连长，他俩嘀嘀咕咕的，聊什么呢？不是亲爷俩比亲爷俩还亲，你说他们能聊什么呀？肯定商量给儿子娶媳妇儿的事儿。部队南下解放闽西的时候，小神仙是个孤儿，老爹就把他带进了队伍，从那天开始一直把他当亲儿子带。Enemy troops are approximately 10 clicks out and closing. Gentlemen, listen to me. Now, we can, according to our intelligence, the enemies are running out of supplies. So that means that I think that we can hold them in this area here. Fall back! Yes, sir.事情你爸同意了吗？等打完了，这场仗我会跟他说的。
别的事我也不着急，我是担心我自己回不到上海。你什么意思啊？以后不准这么说。我是认真的。现在情形你也看到了，我们的战友每天都在牺牲，就在我的眼前。战争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可怕。 告诉你啊，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你不准死，听见没有？好。但是我们俩的事情，你能不能赶紧跟你爸说一声？知道了。 苏联电影还记得吗？啊，就是仗打赢了，连团长加油，连长都嘴就使劲亲。好好好，老子要亲嘴。好，别瞎说。一会儿找那个老梆子，把马克新上满了，让你亲给够啊。谁他妈亲马克新啊？啊，老子亲孟三亚。孙子，我就要亲孟三亚嘛。好，哥们，亲的怎么了？孟道长，亲的怎么了？啊，老乡。 谁？你老乡？报告孟队长，奉师生日部命令，钢铁先锋连抽派一个班保护文工队，还有小神仙，哎，没别的意思。 昨天晚上做了个好梦，梦见咱俩一块儿。对对对，回老乡了。对对对对对。蠢货！这怎么回事？ 兄弟，干啥？帮个忙。啥忙？给孟三亚写封检讨信。检讨信要自己写，哪有像人家帮你写？来，让你写你就写，任务。写啥？ 修仙，我错了，再也不喝酒了。嗯，还有，我想你。完了，就这样。啊，还写什么？再加一句。啊。 老子把心拿出来给你，啊，没人这样写的。反正你小子他妈帮我写好点儿。那我写了啊。嗯。 孟三夏同志你好，我知道错了，给你添麻烦了。长这么大就是管不住这张臭嘴。你知道我是喜欢你的，从见你的第一次起就喜欢你。
可是我这么一个糙老爷们，实在不知道怎么谈情说爱，想着酒壮怂人胆，喝着喝着就喝多了，喝多了就想起著名的电影里的革命情侣来。他们出身虽然不同，但是为了共同的理想和生活走到了一起，正如我们。他写的这些是检讨书还是情书？他是，这是你写的吧？这都是连长的意思。那他为什么不自己写？因为他……我现在就去找他，我要告诉他，我不接受这样的检讨。孟队长，连长他一早就带队出发了。真的，你可以去我们队上打听打听，连长他这个人。嘴不好，但心眼特别好。我们上上下下没一个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你看看你自己，当别人面挖鼻孔，帽子戴不正，风机扣也不系，吃块饼干吧，嘴能吧嗒的山响，该正经事还不正经，满嘴跑火车。孙北川身上臭毛病你一样都不缺，这副熊样能够招人喜欢，都见了鬼了。跟着这种人，你学不了好。对，那我以后跟你了。满嘴跑火车。孟三下同志，我犯了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老乡观念、胡说八道等等错误，我一定努力改正。以后再胡说，就用针把我嘴缝上。我今天开始戒酒，如果再喝一滴酒，我把枪给你，你打我脑壳。部队马上就要打大仗了，上级把老爹和小神仙派到你们文工队去，他们一定会好好保护你们。三下，把腰杆挺直了，没什么大不了。也告诉你的人，别害怕。那边有个仓库，去看看，小心点。队长，你看，什么东西？音乐器啊！不是这个，走，走。
地雷了！都别动！ 算坦贼！你把他通贼！我这有雷！我们中埋伏了！我和你一起去。别动！如果我死了，你顶上。 手别拿开。
我给你写的道歉信，你收到没有？收到了，但是我不接受，不真挚，我要你当面向我道歉。收完住。 千万别松开，三亚同志，我现在向你真诚的道歉。等我数到三，你就把手拿开。 我这人挺能扯毛病的，你别往心里去啊。我没往心里去。你长得好，心眼好，歌也唱得好，能跟你攀老乡，我心里挺带劲儿的。不管咱俩哪个以后先回去的话，都记得到对门家里去看一眼。 小林，外面情况很危险，我出去看看，谁也不许出来。你们在这儿好好看着文工队，等我回来。拿着，我们可能已经被敌人包围了，你们在这儿，我带人去突围。
你呢？想什么？ 金冠压双鬓，当年的铁甲我又配上身，说爱自己。 我先过去问些情况，文工队交给你了，注意隐蔽。啊，好，你们几个，是，都跟上。沙雷，一会儿你垫号。明白。走，跟着我。 越大越多。
你相信？你说过不让我死，你也不能死，不能死。 把手榴弹给我留下，把手榴弹给我留下，手榴弹，走，走。 Thank you.
不是一直说要学手风琴吗？来，我教你。来呀，来坐过来。右手是键盘，这个是变音器，这是哆，哆以它为中心点，知道吗？然后往上是嗦，软，对，再往上哆嗦软的拉米西，这边哆。往上走是大三和弦，然后是小和弦，两边七和弦，熟了吗？三下，三下。怎么了？我们要出发了，这次是打537，不太好对付。你要说什么？没事，你想说你就说吧。别忘了，我们家在河东玉林乡，有空的话帮我去看看我娘，就跟她说我在外面好好的，没给她丢脸。你这是在给我交代后事吗？不是，不是，我是想求你，有空的话去看看他。还有什么想说的？连长，集合了。我走了。我们是一支光荣的部队。前辈们从井冈山走出来，历经了无数的磨难。他们的鲜血洒在了湘江，洒在了大渡河，洒在了黄河，洒在了长江，夺取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今天我们要踏着他们的血迹继续前进，新的磨难和新的胜利在前方召唤，失败和退缩不属于我们。下面请各团突击连的连长站来讲话。一连要向钢铁九连学习，发扬敢死敢拼的精神，请祖国放心。我们二连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就永远不会退缩，只要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最后一个人。我们每一次战斗都会有兄弟再也回不来了，他们是我们的榜样，光荣的榜样，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是为了胜利而来，为祖国而战。我曾经向我的战友们保证过，我们一定会第一个打进敌人师部的。我们九连不会让亲人和战友失望。拿下武则天！
面对敌人盘踞的672、493、461、610、537高地，按照既定的作战命令，各个突击队准备出发吧！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537呼叫炮击，537呼叫炮击。Go!
忍一忍，马上好了，啊！队长，队长，我来帮你吧，摁上去止住血，摁上去。文玉，换一个。王队长，队长，队长，我和小神仙被聘任上前线了。支援537高地的预备队马上就要出发了。啊，连长要嘱咐我，万一他光荣了，你知道怎么处理啊？这里边还有我和老爹家乡的地址，到时候再麻烦队长。我不管，谁要管你们这些破事儿？这也是要给我的吗？是，这还有王文君的东西。谁爱搞谁管，我他妈不管！都别跟我胡说八道！再忍一下。是的，绿色，听到没有？都给我活着回来！活着，听到没有？姐，你好好的，我们先走。答应你，我们一定活着回来。这里，
上级命令，来支援你。来，给。用不着了，子弹都挨上了，他们才来。来就是来叫你们呀。文工队也来了，学院指挥刘世文，我要参加战斗。会扔手榴弹吗？文工队的。会。这是。对，是。干嘛？抡圆了使劲扔，是不是？是。啊！放屁！都是他们糊弄人的。糊弄人的。抡圆了往外扔，只能弹回来，把自己弹炸了。瞅准了再扔，扔了换个地方。连长，我们和刘兄弟已经上不来了。咱们救援还多少人？大概还有三十几个。连长，弟兄们看到老帮子也牺牲了。先跟你们说，我们可能会在一场战斗中分开。我姑母就是今天。Thank you.
上去，好，我保证完成任务，其他兄弟跟我一起上。是，还行吗？别管我了，一定要把五三七拿下来。你要打？怎么一起打？ 这帮孙子打惨了，害怕吗？不怕。老爹死了。
先打一下。五三七。让休息一下，让休息一下，快，我这儿。三下，马上去攻打五三七了，心里有话没说出来，很不好受。信封里还有点钱，是我这几年攒的津贴费，帮我交给我娘。天塌了你都不要忘了啊！我家住在玉林乡草梁子村，从村口往东数第三家就是。我家分了八亩好地，在后山根儿。前些日子我做梦，跟你在梦里一块儿回家乡，我们手拉着手到你家里看看，也到我家里看看，再到庄稼地里看看。如果我牺牲了，你就一个人去看看吧。你去了，就算我也去了，我跟你一块儿高兴。三七还在不在咱手上？在，军令和司令都通报讲你们了。姐，真的是你？你等我，我去看一下他。
了。